我看你们在吃零食，可不可以给我一根辣条啊？你不是我的朋友，我才不把辣条给你呢。对，不给你。哎，我跟你们认识这么多年了，也算是朋友了吧。你刚才豆豆都说了，你不是朋友，不给你。我就想吃个辣条。今年不是吃罚酒，魔仙魔仙。哎，说话就说话，用魔法干什么？你走还是不走？魔仙魔仙。你们太过分了。过分了，连辣条都舍不得给一个。哎，有了！啊，黑衣人，你这是怎么了？嗯，是不是做坏事被揍了？哎，我刚刚从树上摔下来了。啊，把腿手摔坏了？是呀。啊，那也太可怜了。小小，你快用治疗术给他治疗一下。嗯，好。你现在感觉好了吗？哎呀，还是不行啊！啊，小小的治疗术都没有用。是呀，太可怜了吧？哎呀，我怎么这么命苦啊？医生还说我摔坏了脑袋，得了脑残。得了脑残。啊，还脑残？是呀，以后可能再也见不到你们了。你一定要好起来呀、啊！是呀、啊，我一定努力自立。哦，那我也把零食给你。那我就先走啦。那你慢点。